啊，北安，你带我们走这么远，要去哪里啊？好吃的咸油条。哎呦，它是又咸又油的咸油条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油脂鸡，三分钟。哦，这个，这排到应该半个小时后了。哦，这个不是很亲民哦。根本五点是没有早餐吃。哎，很凶狠的。好啊，香肠还是熏鸡？看你的还是熏鸡好了。最后。他会觉得说你第三小马是阿妹啊，小狗是对，到了画室了。两组都是一样的啊，这个是鼓棒，这个是士兵，那这是权杖。这个用你的这样打？我还以为它中间会有个杆子穿进去。我也是。去问他一下。
出你的硬币价吧。硬币，快点，快点！来，硬币对镜头，超酷的硬币，赶快收起来，快收起来！你现在在做什么？鞋子。鞋子。葡萄鞋。哦，的什么？哇，士兵。你做的是什么？啊什么？国王。哦，国王。那、啊、你要涂哪里？你现在要先涂哪里？嗯。你涂，你全部都组装好了吗？就这边，最近有没有？好像少一只羊，很奇怪。到时候只在一个穴道。哦，头发拿走吧。哎，我成功了，可以吗？你看我五四根的，对，其实太冒烟了，哪有冒烟？那是士兵。他说这不用还给他，对不对？大约十五分哈，好，谢谢。来拿，好，谢谢。我去拿三。谢谢，还不错。从刚刚我们停车一个地方问，然后那边可沿路开车过，没有，自己就可以下去。哦，还要下去吗？要。不是去玩鼠？啊？我问一下。Thank you.
The storms we chase are leading us, and love is all we'll ever trust. Yeah, no, I don't wanna waste what's left. And on we'll go through the wastelands, through the highways, till my shadow turns to sun rays.昨天算住在埔里吧，啊，埔里的，对。那个不是这个是，那是马告或者是其他的植物是，一颗长在地上，可能有一公尺左右高的。这些都是从那个溪流流出来的。哦。它碰到这个水，这个水是降温嘛。它慢慢变色啊。OK。从绿变红。那平常这边是有水的吗？还是因为现在缺水才没有水？现在啊。我们有五界水库。在上游这边。还有拦水啊！哦、oh. 啊，那我们这边放水的话，都会连接广播啊。几乎都是梅雨季、台风季啊。是。他们讲说几点几分放水啊？放水量多大？啊，放水是从那什么思源吊桥那边那个水管、那个哦。下面不是有三个隧道吗？那个是白沙口。它的泄洪口呢，旁边的、后面的，因为你刚才过去了，对，我刚刚先到吊桥那边。它前面那个桥就不用讲了吧？那个桥，那个就是顶到日月潭的水啊。日月潭的水，有五界水库，还有那个绿绿区的水库，把水引到日月潭。所以那个是水管，而不是真的桥，还是那个也是桥？它是水管，但上面是可以开车走路的吗？开车走路啦，不行哦。那就里面都是水啊。我以为它上面是有盖马路的，没有。没有啦，那个它这个总长16.4公里，16.4。它
后它的露面的就这个地方。哦，其他都在山里面这样子。对，在山洞里面。哦，到那个绿叶潭那边了。嗯。就是绿叶潭的水源啊，几乎都是从我们这边流过去的。嗯。那等一下，一线天那边是，它是一个类似步道这样子往里面走样的。它这个峡谷啦。啊。嗯。啊，一小段啊，就两面峡谷嘛。对。然后水从中间流下来。哦。看起来像一线啊。哦。哎。所以他们叫它一线天啊。今天漂亮的照片之后，可以上来吃一下马告香肠，哎，还有我们的高山冷泡茶跟烤马蹄哦。香什么？好可爱。哦，好。走到对面就看到了。好。好。一线天现在要往回程走了，车子可以停在入口，然后一个人300块钱，会有比较越野的厢型车可以载大家往里面走，过程中会有一些涉水的路程，对小朋友来讲还蛮兴奋，其实还蛮好玩的。
下午来夕阳的时候还拍拍照，还蛮漂亮的。隔一个晚上一直看你自己啦。嗯，那我们就是有人就当天晚上就回来了。嗯，就打到中路了。我还被水路击过了。被什么？水路啊，水路哦。哦，像这种东西打到这么大，怎么弄下来啊？一个人两个人扛了下来。结果哦，把它剖掉。OK。结果我第一次的时候，我跟我舅舅嘛，还有我的表弟，我三个。大桥对面那边就看到他了嘛。嗯，过去打，因为他要跑掉，他刚往上要准备跑掉，我打枪直接爆嘛。表弟刚好从后面就打，叫他机长还没死啊。嗯，他是组织猎枪，因为组织猎枪是我要嘛。对，他只有三发，他只有爆发一次，然后再装一次掉了，很麻烦。对，然后我们打了一次，他还没死。叫表弟冲去抓，嗯，就站起来呢，他就站起来这样子踢呢，表弟被踢到大腿，就闪嘛，踢到大腿啊，刚好他没有用他的脚，我要冲过去，要砍他嘛，对，要拿那个刀子，砍他的头啊，那个头就皮很硬哎，就皮肉而已，皮肉伤啊，没感觉啊。他要冲啊，刚好我舅舅就来了，龙威他比较胖嘛，跑不就慢，来了这打，还没死，因为刚好枪管太长了，水路刚好用冲的往他那边冲，他用枪顶那个水路啊，对，我猛飞，他直接撞他了，刚好水路有受伤嘛，对，跑到掉到那个楼里面啊，一个湖里面，我们在下面等他。就一个湖很深嘛，对，反正下去到这还没踩几步，快要淹了呢。嗯，下面等他好了，看那个水路受伤累了，会飘下来，下来，抓他的头啊，不要给他拿个刀刺他的心脏啊。对，打猎刺激好玩啊。对啊，那个就是满江红嘛。嗯，现在原本是绿的那个，也是会变成红的，是不是？